今天新增了40例死亡个案，其中两个人没有满10岁，分别是1岁和3岁男童，其中一例因为并发脑炎死亡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儿童重症累计14例，其中呢有6例出现了脑炎症状，包含了3例死亡个案。如今儿童重症在增加，收治病床需要再加开吗？对此，罗一军指出，目前分为3级收治方式，有60家的医院有儿童绿色通道，还有20家重度急诊的专责医院可以收治中重度儿童。今天公布40位死亡的确诊个案，有2位是未满10岁的小朋友。本土疫情大炸锅，烧向年幼孩童。看23号的死亡个案中，一名年仅1岁男童，没有慢性病史，在家中午睡一觉不醒，送医发现没有心跳，四肢发紫，宣告不治，研判为新冠肺炎 ，CT 值9.多，是今年死亡个案中最小。另一名3岁男童同样没有慢性病史，5月16号发烧超过38度，快筛阳性，经医师评估返家，没想到隔天烧到41度，四肢发紫。送急诊，出现意识丧失、四肢痉挛等，住进加护病房，但病程恶化，回天乏术。X 光显示有肺炎哦，那脑部的电脑断层则是有脑水肿，是有并发这个严重的脑炎、缺氧、心律不整以及休克的一些情形。整个病程的第5天的时候呢，因为病况恶化而在医院过世哦，那诊断是有脑炎合并神经性的一个休克。小岛山区抵抗病毒魔爪，截至目前累计14例儿童重症，从未满1岁到10岁，其中6位出现脑炎，3人死亡，另外有4例肺炎、2例败血症以及1例哮吼症，1例在家中死亡，未来可能归类为肺炎。至于另一名4岁女童，传出也已离开人世，初步判断死于脑炎，但是否死于新冠，还有待指挥中心判定。如今儿童重症再增加，收治病床量能足够吗？预定一个就是3级的一种分层的一种收治的方式哈，我们有60家的这个医院啊负责这个儿童的绿色通道，另外有26家的重度级的急救责任医院哈，脑炎或者是哈其他的一些像心脏这些重症的话，那会有我们的这个6家的儿童医院、16家的医学中心哈共同来承担。病毒毫不留情，攻上抵抗力较弱的孩童，当前得高度警戒，减少憾事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